旅游巴将我车到今晚入住的 hostel 对面。这间 hostel 距离市中心教堂地标要步行20分钟，但是对于我这些重视私人空间的 backpacker 来讲，就有一个独特的卖点。这里的床位全部都是太空舱，每个太空舱都有独立趟门，除了可以保持私隐，对于日不落的夏季冰岛亦有遮光的作用。太空舱入面有独立电源，有私人灯光和插电插。香港的太空舱要插卡先至取电啦，仲有保险箱、独立出风口、安全锁和独立电视。不过那日部电视就好似开唔到。其实瞓落都算几阔落，床褥同其他冰岛旅馆一样系偏冧，不过就唔算打扫得好干净啦。虽然个天仲系好光，但系时间已经晚上8点几，我就过咗 hostel 对面间超市买啲食粮，俾我揾到喺冰岛嚟讲性价比好高嘅烤鸡，一于买翻 hostel 做晚餐啦。嗱，呢个就系我今买嘅嘢啦，有鸡啦。我三个嘢饮啦，呢啲听日嘅干粮啦，听日嘅早餐啦，同埋干粮嘅。我哋食呢个手撕鸡啊，哇正啊！1300蚊，即系围翻1蚊港币。虽然呢啲鸡咧喺吉之岛买得好平，但系呢度佢咁样可以啖啖肉咁样食，我真系觉得好正。我今日全日净系食咗1个热狗，就真系好肚饿。其实点会食得晒啊？留翻听朝做早餐啦。休息一晚，第二朝我就参加了小巴3日团，旅行社将黄金圈1日团拼埋南部冰川2日团。黄金圈是冰岛入门级必行路线，司机兼任埋导游，沿途一路揸车一路讲解。第一站是新格维勒国家公园，导游讲解完就由你自己行。国家公园咁啱位于北美洲同欧洲板块嘅地震裂缝中间，由于熔岩活动持续进行，依家每年仲以2mm 嘅速度咁继续撕裂，喺中间穿过就好似穿越两个板块咁。除此之外，呢度建立咗世界上最早嘅议会，冰岛国会就喺呢度成立，强调自由民主嘅理念，有别于当时欧洲本土嘅专制君主政体。好难想象在这个地方原来背后有这么重大的历史意义。继续出发去第二个景点，就是烟雾弥漫的间歇泉。冰岛得天独厚的地理结构造就源源不绝的地下热水，地下热水经地底高压变成蒸汽喷出，形成间歇泉，喷出来的蒸汽可达80度。我们来到间歇泉，好大风，好彩冇落雨啫。系咪好靓啊？后有个雪山啊！前面咧就系、是、大家都喺度等紧个间歇泉喷烟。佢呢个间歇泉咧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喷一次啦，可能10分钟度咧就会喷一次，所以我哋咧可以喺度等到佢喷为止。呢度有几个间歇泉，但就唔系个个都会喷水嘅，有啲就 keep 住不断喷出蒸汽，加上大风，所以长期都系烟雾弥漫啊。挂住影相，得翻半个钟食晏，加上被大雨摧残，入到餐厅见到冰岛名菜羊肉汤都唔理得咁多，即刻买翻碗。虽然要成100几蚊一碗，但嗰种暖入心嘅感觉，我真系头晒寒啊！嚟到第三个景点 ，Good Falls 黄金瀑布。瀑布嘅水系嚟自冰岛内陆嘅两座冰川，气势磅礴，澎湃壮观。Good Falls 瀑布，我听唔到我咩，总之就暴风冚大风。沿路行落去，可以企喺崖边，用另一个角度欣赏瀑布。不过嗰日咁大风，自己执伞啦。好大风啊！冰岛嘅天气就好似洪水猛兽，有时凶狠，有时温柔。瀑布嘅水蒸气喺阳光照射之下闪闪发光，更显珍贵。
出发去最后一个景点之前，司机喺一个冰岛马棚前停低，俾我哋摸下冰岛马。大风吹到我同冰岛马嘅发型一样咁狂野啊！哇！今日最后一个景点就系火山口湖，有别于其他火山口湖陡峭嘅火山口，呢度可以慢慢行落湖边，近距离欣赏七彩砂岩嘅景观，同蓝绿色嘅湖水形成强烈嘅对比。同一日团嘅团友分道扬镳，我哋就出发去南部嘅住宿点。今晚入住嘅小旅馆就坐落于瀑布旁嘅草地上。呢个就系今晚间房啦，就系咁样啦，两张床，咩都冇噶啦，有块镜，就我一个人住嘅。厕所同厨房虽然要共用，但系都好干净企理。旅馆亦好欢迎客人自己煮晚餐。不过呢度四野无人，更加唔好讲系超市或者便利店，根本就买唔到食材。所以我哋焗住要帮衬旅馆嘅餐厅，不过佢只系提供羊肉汤同披萨。今晚我唯有食翻寻日准备嘅三文治做晚餐啦。如果大家喜欢看我的 vlog， 请 like 我的 Facebook 专页或者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 啦。